我们要来吃姜母鸭，没错，所以我现在先来就是洗菜，先来备料。冬天到了啊，就是天气比较凉啊，其实就是党欧出来了，很适合吃。我们今天都是吃比较青菜的东西，所以都在我刚刚都在那个用青菜，真好听。但去那个市场有看到党欧，但是觉得他那个党欧看起来有点就是没有感觉像他这种这么翠绿这么新鲜。等那个麻油鸡，不是麻油鸡，等那个姜母鸭回来，我们就是来炖煮一下。因为呢，其实姜母鸭呢，我们家的鸭肉其实就是放最后再吃。为什么？因为就是让它煮得很嫩，所以我会在这边先滚，让它的那个肉焖嫩一点，这样。洗菜洗的菜洗的差不多啦。好，今天有蛮多菜，今天有高丽菜、金针菇，等呵，现在就等那个姜母鸭回来炖煮。它回来了，听说呢。就是我老公，他说他有带环保袋，所以呢，老板再多送他一份鸭丸，鸭丸一份也是要50块的，有没有？带环保袋就是有这个优惠，但我觉得老板人很好啦。那这个的话呢，我就把它就是先倒一半的汤下去，这样子我就可以分两天吃啦。倒糖，但是鸭肉还是要就是全倒下去，因为其实我觉得鸭肉就是要这样子让它一直去煮它，其实它才会嫩，才会好吃。所以哇，看里面的料啊，有这个鸭翅，然后我帮大家看一下肉到底有几块。就是一份，这个是280。好，看一下一个脖子，一个鸡翅，一个鸭姜母鸭，对，一个脖子，一个鸡鸭翅，然后2块、3块。4块、5块，好，看一下，好啦，总共有5块肉。姜啊，倒下去半包就好了，不然它那个姜味会很
很爽。爸爸，你帮我来用那个姜。好，那我就先来倒这个姜汁，倒一半就好了，不然其实这个会太辣。然后呢，重点来，要加一点点红酒。全下去好了，半瓶。好啦，那我就是先让它，就是先让它滚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来加那个高丽菜。好，现在已经在滚咯，我先加高丽菜下去，因为我们家喜欢很嫩很软的高丽菜。高丽菜我切了一整颗，那我就直接把它整个温煮下去焖。那我直接盖锅子啦，然后等它嫩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上锅咯。变冷就算了，我刚刚还遇到下雨。哦，你刚刚下雨哦。对。吃完了。哎，好棒哦。对，漱口刷牙。对对对。很多花生。有很多。快点，很多。鱼松。去。鱼松。鱼松。鱼松，不是鱼松。好了，快去。好了，好了。拜拜，奶奶。其实鱼松也是肉松啊，都是肉。不是啊。鱼肉啊。那个肉松，它有分，实际应该肉松是统称，有分鱼肉、鱼松跟猪肉松，对不对？啊，原来吃肉。你没有。他说有。哦，因为我觉得你看，如果啊，我们到外面去吃姜母鸭，我光一颗高丽菜，它就可以帮我分很多份。哦，对，一份是50块，它感觉它应该可以分5-6份。而且我们茼蒿这样子一把才39块。嗯，对啊，差很多哎。嗯，大家可以吃大量的青菜。对。然后还可以自己加猪肉片。还可以顾小孩。嗯。对。因为我说真的，他们那个像那个姜母鸭，它那是炭火式的，其实小朋友那边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危险的，通常常会关来关去。对，那不是说讲，只是怕不小心，嗯、对不对？嗯，汤汁，哦，菜的梗好好吃哦，嗯，干嘛？可以再煮久一点会更嫩，肉片、猪肉片一起下去这样子，哇塞，它的猪肉片又很厚。对啊，这是顶好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它顶好的这个很便宜，它是这个是73块，然后它有妈妈，我帮你洗一洗，水啊，这边有，
这个多少？6.8，3块，然后里面有八片，然后都是 很厚的那种里脊肉片。对啊。好，你再帮我照顾妹妹吧。可以啊。那就照顾交给你了。那我有把它分啦，我有把它汤分两边，所以其实是可以吃两餐的哦。又两餐。会不会？会不会晚上宵夜？上次我们吃那个麻油鸡，我以为可以两餐，一到晚上饿把那一锅都吃完。天太凉了啊！然后让你随便用一个脚趾，这个脚趾，这个脚趾。这个肉要烫，要火，才没有办法。好，对啊。我觉得两个肉，这里是这个，我把它压下去，对。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以后两阿妹开始会讲话，这两个对话一定很长。你有招式啊？对，这个招式很可以。哎呦，绝无人场。对，他是个超甜控 YouTuber。超甜。对。他不会让这个里面变得鸦雀无声，他就会一直讲。这边另外一只手，然后这样。等等。沾酱一定要沾这个，那个什么豆腐乳酱，然后跟那个辣椒酱，而且哦，要他们家的酱料才会够味。对啊，他们一定有他们自己独门的酱料，就是豆腐乳酱啊、辣椒酱油啊，一定是他们自己。而且阿北人真的很好闻，真的怎么那么好？我去，然后他就说：“你有带购物袋哦？哦，看你这样子，我多送你一份鸭丸。”环保，对，阿伯环保意识抬头哦。这个挡哦还不错哎。是啊。挡哦。哎，都拿完了。挡哦。季节啊，现在挡哦季节来了。而且便宜，对不对？他如果火锅店啊，是什么人？怎么一直咔咔咔的声音啊？又不要是敲玩具啊！鸭丸，我跟你讲，鸭丸一定要那个霸味的鸭丸，好吃。他们应该是不会有口味不一样的吧？对啊，应该是不会。不要敲我！他可能在咬旁边的东西。好吃，它鸭丸很好吃，而且很弹，然后里面一咬下去就会爆汁出来。通常我吃这种话，我会加一碗泡面。很想，很想，但不行，不能这样对自己。因为你已经选择了鱼饺，饺子。鸭丸可以吗？鸭丸可以了。哦，我鸭丸本来就熟了。然后11月8号立冬。要干嘛？补啊！看你想要吃姜母鸭还是吃羊肉，还是我在家煮麻油鸡火锅都可以。嗯，你羊肉我家还没看过。哦，对。我记得我们有口袋名单呢。可以把奶奶放在小桌这边吗？可以把奶奶放在小桌这边吗？雪那么外面在冷冷的，我要期待到已经想说不会下大雨。可以把奶奶放在小桌这边吗？不行。因为奶奶一直用我。他抢你的玩具。不要弄哥哥，这个给你。不行，怎么可以这样呢？小朋友都要分地盘。来，奶奶来。没，哥哥在玩玩具啊，你乖乖啊。喂，这个气库啊，哥哥给奶奶玩啊。把我的脚再放低一点。对啊。小巴肉。
本的位置哦哈。它这里脊肉片蛮大片。嗯，都很厚。对，因为你知道里脊肉，猪的里脊就这样一条，它就是从这样子宽，然后后来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子。所以它这一个部分还不错。今天你可能会选。小一点，不然的话爆出来了。这胸大根啊，茼蒿我觉得不错吃，下次茼蒿可以多买一点。对啊，难得茼蒿季节到了，茼蒿就不是二，就是四季都有，所以说趁现在还不错，而且不贵啊，赶快买。都对，这个礼拜说就是封面，我们不会要吃一个礼拜的火锅吧？但我的节食到底在节在哪里？哎，冬天就是要吃火锅，所以我选错季节了，是不是？但夏天就是要喝啤酒吃烧烤。夏天应该是吃。增加它的汤头，来喝个汤。就，哎、嗯哦，不好，姜母鸭好像烫猪肉比较适合。那羊肉我要烫什么肉？羊肉红肉啊，红肉。对啊，我觉得姜母鸭吃了烫白肉。好，我们下次去买羊肉卤的话，去先去找看那个羊肉片。嗯。羊肉片要找到适合的不容易。那种超市没有羊肉片，我们可能要去冷冻的呀。哦，对，冷冻那个区块，不然我们可能就要去市场，也不多哦。市场很少。对啊，羊肉不容易煮。不行，你不行，拿狗的。不行。借他拿一只马。我还在拿生产。好，那你拿给他，你自己挑给他。是他自己的啊，你拿奶奶自己的玩具给奶奶，你会不会太详细？奶奶给你一只僵尸。哦，棒！奶奶想跟你玩植物大战僵尸啊，不然你买这么多植物大战僵尸，没人陪你玩，对不对？没关系啊，我一个人一个人玩啊。哦。不是好好吗？那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在这里啊，小妹。来，我的生宝宝吧，生一个宝宝。你想看他做飞，是不是？我生宝宝，哎，我是宝宝咪。为什么你会烧香？是惨啦。惨吗？躺在脖子的这边，所以会烧香。那最好把它吐掉。我小时候很怕吃茼蒿的味道，因为我觉得茼蒿就是有个味。哦。哎，我有一个人要告告。大陆妹烫也不错、啊。我喜欢大陆妹。那你比较喜欢大陆妹还是？好。哦，这很难选哎。真的。嗯，茼蒿。你就说多爱就好啊。你叫我选，然后就叫我多爱。好啦。我是蜘蛛蛙啦，是我的蜘蛛网，然后把奶奶抱。对，睡在家里。
在家里吃一吃，然后穿长袖，热了。对，为什么要穿长袖？我刚回来，我忘了换衣服。真的。还有大冰哥。哎，那所以外面刚才是下毛毛雨。没有大的毛毛雨，我从小的毛雨变大的毛毛雨，而且呢，我这样穿我觉得冷。No。那你觉得是不是冷？我都觉得冷了，那就是冷，对不对？因为你平常是穿吊嘎出的。对。啊！娜娜。哥哥压住你是不是？好啦好啦，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了，好不好？嗯。对啊。好。跟大家拜拜。跟大家拜拜。订阅、分享、按赞、开铃铛。记得让哥哥看完了。OK， 拜拜。还看哥哥表演，你看这个对哥哥又爱又恨。